江山纵横，云涛飞流，多少豪杰壮志未酬，天地之间江东巨浪淘尽多少悲愁，天下英雄世世造就，风雨人生为梦想奔走，高处寒意不是谁都天下英雄。听说各地对焚书之事争议很大，是吗？正是。各地因为焚书，百姓与官吏冲突不断，有些郡县已经控制不住局面。但臣也得到消息，各地虽有冲突，都是那些儒生在带头，成不了什么气候。辅佐，进来。父皇，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？但说无妨。孩儿想说，请父皇停止焚书。你也反对焚书？不但不该焚书，更该阻止拆孔子的大成殿。可那些都是那些儒生传播祸事之地，不该拆吗？父皇，天下初定，远方百姓其心不定，诸生都是口有孔子的门徒，父皇降以重罪，恐怕会使齐楚的百姓更为不安，请父皇明察。本来国内刑法严峻，赋税徭役沉重，百姓就有积怨，国内动荡，而今父皇下令焚书，许多儒生表面遵从，但心存不满，恐会生变，尤其怕会引起齐楚诸地动乱。不要再说了。父皇，如若大秦不禁止焚书，减徭薄税，大秦会有反噬啊！你好大的胆子！天下都拿修筑长城、移民戍边的事儿来指责朕，他们应该到北方去看看。不坚守北方，匈奴之祸就会蔓延至内地。你是朕的长子，他们不懂，你也该懂。何为一统天下？何为天下大
懂。父皇，孩儿不懂。皇帝息怒，你当真不懂？当真不懂。起来，持剑杀了我。起来，起来，站起来。请父皇下旨停止焚书。刚才说的朕都记下了，不过朕要让你先帮我一件事情。请父皇讲。去商郡兼蒙田郡，去看看那里真正的民间疾苦，跟蒙田学一学带兵的经验，对你将来有好处。去吧，今日就动身，一刻不得耽搁。你们都出去。谢陛下。一路小心。你是朕的儿啊，你若不懂朕的心，天下何人能懂啊？焚书令一下，都抓起来。北自辽东，南至南海，东自平地，西至临洮，只要是大秦的土地，每一个读书人都将遭遇灭顶之灾。士兵们用武力将几千年来先圣先贤的经书在30天内全部收缴到一起，一把火烧掉。
贼。我听说你是最好的刺客，我想请你帮我杀个人。谁告诉你我会杀人？请帮帮我吧，我从来不为钱杀人。上壶酒来，多亏了您了。哎，来了，来，您喝点，喝点。来，二位客官，您的酒，请慢用。壮士，敢问，是不为钱杀人，还是不杀人？我也不瞒先生，我曾在齐国当兵，我杀过人，我讨厌杀人，现以打猎为生。眼下生活艰难，其他山货都卖不出价钱，只得重锤猎熊，扒下熊皮，还能卖个好价钱。君王暴政，苛政如虎，时事艰难呐。先生说的不错，时事动荡，祸事频频，而皇帝却禁止私作武器，也是打猎来用，也是不许。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？而这官吏只是趋利逢迎，不做正事，百姓上街找些官们说说理，便是私自结党，动辄捕杀，结果弄到天怒人怨，天下哪能不乱？壮士果然是语出不凡。我虽然和你是一面之缘，可你却直言不讳，在下佩服。来，来，先生过奖了。胸中快垒无数，早想一吐，没人敢听啊。大丈夫志在天下，可惜我一身武艺无处施展。壮士，我走遍天下寻访名士，今日得见壮士，可以说是相见恨晚呐。壮士身躯魁伟，相貌不凡，定非是寻常之人。良友一世相求，还望壮士鼎力相助。请讲。壮士，此语一出，石破惊天，壮士怕不怕？敢说无妨，我长这么大还不知道什么叫怕字。好，随我到家中一叙。呀！壮士果然是天生的神力。君助我，何愁暴君不灭？壮士何意啊？感谢先生给我这个机会，在下毕生之功，只带着名扬天下的义气。好，
子房先生，我们是草民，是贱命，而您是武士韩相之后，今日何必与我等一同赴死？你还是走吧。你记住，我留下来并不是为了成匹夫之勇，我今日辞亲更不是为了万古流芳。我们和荆轲高渐离不一样，他们可以贴近营帐，而一会儿在万群丛中要取营帐的性命，一定要把握住各种时机。全靠你了。子房先生，你言重了，今日我就是拼了我这条贱命也要杀掉秦王。拜托了。张将军，我看这里不太安全，你还是带人到前面去看一看。诺。营帐在哪辆车上？你看见那个漆黑棕色马的人了吗？他叫张涵，他是营帐的贴身护卫。他在那辆车旁边，营帐就有可能在那辆车里。赵府令，为何停车？这里荒山野岭，狗啃成群，我总觉得不祥啊。如今四海一统，天下太平，而此时又至朗朗乾坤，大道坦途，帝国大军护驾而行，有何不祥？你瞧瞧，瞧瞧，现在正是日渐西落，东升残月，算什么朗朗乾坤？再说这里沟沟坎坎的，算什么坦途？也好，我让前军严加探查周边，我们尽快通过此地。去吧。诺。驾！驾！总感觉这里有股邪气儿。大队，继续前进，走。
驾！保卫皇上！护驾！保卫皇上！
护公主。启禀陛下，一名刺客负伤逃逸，其余刺客均已毙命。还有另一个，谁啊？臣已派人四处缉拿。情形如何？这皇帝和晨曦公主安然无恙。被击中的副车坐的是皇叔，原来他不应该坐那儿，可是这老头邪了，非要长长威风，说是身为皇叔就应该高过文武百官。高倒是高，只是来了个有去无回。陛下万幸，公主万幸。大的天下，好多的荆轲哟，臣罪该万死。十日之内，我要见一见这位英雄的首级。诺，方圆百里，杀无赦。诺。
李丞相，赵府令。张将军拜见当中都不曾皱一下眉头，这杀刺客更是神勇无比呀、啊。怎么，这会儿这脸色怎么如此的苍白呀、啊？茫茫人海，敌势险峻，在下实在是不知该往何处吉凶。要是刺客抓不到，刺客的首级拿不上来，恐怕皇帝又要大开杀戒。哼，那是当然。不过，这人有的是，不怕杀。只是陛下这怒火三千丈，怕是又要伤及肝脾。赵府令，你意如何？是啊，府令大人，还请你指点迷津。李丞相，明天准备好几具尸首，何用？刺客嘛，抓到了更好，如果抓不到，那就只好借他们的脑袋用用了。府令大人，还是你高明啊。伴君还是你有一套。二位真是严重了，我赵高不过就是个影子罢了。畜生，险些害我，给我拖下去宰了。诺。嗯，影子，始皇帝的影子。何音，始皇帝死而地分。何音啊，天意。朕历险20年，一生孤独，终家为海内，扫平人间。天意不容吗？方圆百里之内，无论富幼老少，猪犬牛羊，
一概杀之。杀而焚之，方圆百里化作焦土，万年寸草不生。怒怒。进来。哟，肖大人。哎，肖大人，正好，我问你，我想问你这字儿念什么？好，渡。渡。什么意思？流水不腐，户枢不渡。意思就是，流动的水不会臭，户枢。就是你们家的门，常开常关，就不会被虫子咬了。这么麻烦？哎，看这字儿，这字儿我总看着眼熟。这个，靠，看着眼熟，就是你的屁股。靠。刘基啊，嗯，说点正事儿吧。徭役下来了，这回是多少人啊？泗水亭，在我的力争之下，100。啊，多少？100，一百？怎么可能？往哪儿弄人去？这还是你力争，争什么了？100人，我没辙。100人，一个都不能少。10天之内凑齐，我也没办法。这是朝廷的旨意，我看这朝廷快完蛋了。过去，征个徭役，还是农闲的时候，现在是农忙啊，庄稼烂在地上谁管呢？吃什么还让不让人活呀？你胡说什么？你嘴有个把门的好不好？顺嘴胡说，你不要脑袋了你。去哪儿啊？骊山。骊山？骊山是哪儿？离咸阳不远。这哪是服徭役呀？这是人让人死啊！命大的能活着回来几个？肖大人，能不能少几个呀？少5个？3个？1个都不能少。我知道你有办法，没办法也想办法吧。我也没办法。哎呦！垓下枫林里。
心。